艾登要去沃伦丹的路上，这里的住宅比较新颖一点，然后水上活动比较丰富一点，家家户户都有他自己的船，就在水边，每户人家自己都有水边的船，还有快艇，还有帆船，酷，然后又是漂亮的自行车道，每家每户都有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帆船，就在前面，酷的帆船，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哦，酷哦，这么高。每一户都是新建筑，这里又是一个漂亮的自行车道。这水边有一家要卖 TEKOOP， 就是想要卖他的房子，跟一般的荷兰建筑不太一样，是新型的荷兰建筑。